晚安，晚安。把它绑起来呢，这是一个to be or not to be， 好像有一点困难。到握手会的时候就知道你会不会去了。哈，怎么可以卖关子？我想要安心一点，我想要马上就知道我会不会遇见你。玉安，欢迎你又来了，对，你又现身了。刀削面。对 ，it's a that's a question。彩虹花刀削面好吃吗？刀削面不是胖胖的，不会遇见我哈。所以天天大那天不会来吗？谢谢安度，谢谢博汉，谢谢博汉，谢谢 hello 小薛 ，hello 主平蕊。怎么今天好多没见过的孩子？何景喵喵，哎，何景喵喵，我想问你，为什么大家都要叫喵喵啊？何景喵喵，综合喵喵，所以你们是一个
什么套马甲的概念吗？我英体好久不见，想到嵩山少林学武功，就像电影里帅气的超人，行侠仗义，飞檐走壁。Hello， 小千，哟吼！哎，多了一个角角没绑好，没关系，就这样吧。很明显吗？像猫耳朵。乔大叔益生菌 ，Hello 浪客3940，哎啥？394076726啊！对，那个火箭队的吗？甄选时期火箭队的粉丝吗？我知道火箭队啊。安安乔大叔，中二醉仙，哟呼！现在这个时间就喝醉吗？好像太早了。谢谢王英 T 的玫瑰 ，Hello 飞机。嘿咻嘿咻嘿咻，叮当，它有一点点歪歪的，嗯，完美主义者看着有点烦。好了，这样，好，没关系，大家别管它了。This is the question. Hold your position. 哎呦，它蓬蓬的。感觉就是因为好，体如桥，晚安。上次直播你有在叫我，但我忙着抢红包回困你一下就离开了，所以你今天要乖乖的待到晚，而且你要认真的看。好，我不管，我要拆掉，对不起。我看他炸炸的很生气。打游戏挂停，现在吗？刚刚忘记改名字，应该没被发现吧？哈，マジですか？哎呦，其实我没办法去握手啊，为什么？这啊，真真不是北部人吗？反而想看大马尾吗？可以啊，那我下次绑大马尾。今天特别白的感觉，因为衣服吧，衣服也是白的。啊，打结了。哼哼，我也常忘了改名字，生气气你还敢说，我还以为你是故意的呢。我觉得你是故意的吧，绝对是故意的吧。有人在直播的时候解头发的吗？但是是中部人哦，所以是七八月的时候应该有事吗？其实我也还不知道握手会什么时候啦。如果二单发行是在暑假的话。上一次握手会也是一发不完之后就握手会了，所以应该是七八月咯。啊，啦，有人要拿去验 DNA 吗？啊，这不是，谢谢。对，我到底要叫你仿还是量子塌陷？糟糕，掉了好多头发哦。没关系，我还年轻，还有资格掉头发。我还可以。头发试验有没有血缘关系啊？五百收，下册周边卖头发。结果发现你爸爸妈妈其实是小迪跟阿贝桑的爸妈，难怪他们喜欢阿贝桑跟小迪。太过分了，在直播剪头发吗？哎，有哎，你知道，因为我们毕业过后啊，大家在学校其实就很无聊，然后也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吧。然后就是大家不是，因为不能吵，还有指考生，然后我们就只能看小说，然后或者是全体搬到那个走廊外面玩桌游。然后还会偶尔还会被老师念说太大声咯，可是玩桌游本来就是要嗨啊。对，然后结果黑哥晚安，然后破洛阳晚安，我们就有的时候是会出去练桌游。对，练桌游这是需要练出来的好吗？那头脑要非常清晰清楚，而且我们就看着里面在开冷气，然后我们还要在外面玩得很开心，又热到爆，热到一个死翘翘，身上都在融化。对，然后我们还是得在外面乖乖的玩桌游。然后结果就有个孩子说，哎，怎么办，我觉得我的
我的那个下巴太长太厚了，然后刘海有点遮到眼睛，那我应该来剪个刘海。然后结果有一个同学就自告奋勇说，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最近就在练这个剪头发的技术。可是他的志愿是未来要当志愿役的女孩子，然后我想说什么自己在家练剪头发的技术，然后他就超帅，他就那个拿我们那个教室里面的报纸，他就直接把它披上去，就很帅气哦，披上去之后就开始剪。他拿什么剪你知道吗？就是一般你会带去学校的那种大剪刀剪头发。然后我就想说这个你要怎么打包？没事啦，可以的，谢谢刘星。然后他就真的很帅气哦，然后就开始剪，哇，感觉就真的有练过。所以其实我觉得毕业后这段很 free 的时间，学校真的是能造就非常非常多很有才的孩子出现。志愿役别想不开吗？哈，可是他已经去了，希望他能，因为他蛮喜欢的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适应那样的生活。小剪刀，小剪刀就是带去学校剪纸的那一种啊。他什么打包咔嚓，哎，对啊，一次撸平的话就不用打包咯。现在是啥话题？现在的话题就是刚为什么提到剪头发哦，你说直播剪头发，明天要考口试，面面包为我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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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英要考什么？英文的考试吗？加油加油加油，毕业呀，要读大学了。对啊，何吉喵喵，我已经是准大学生咯。到底是谁神吞面吗？是谁？传说中的大弟弟。哎，你说单神推栗子，然后你现在还神推我妈妈，栗子可能会冲去打爆你，把你握爆哦。雅安跟依云同届，对啊，依云比我小一点点，他十一月的嘛。哎，我有吸管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喝？现在不去学校了，就是在考完期末考的那一阵子，乔巴不见了，拿去洗了，他今天还在晾干，还没出来的。看不出来吗？之前有人说有啊，我在小迪台有讲话啊，可是主要直播是要跟粉丝互动，跟我互动干啥呢？复活的飞蛾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值得，为你唱这首歌，没有什么风格，它仅仅代表着我希望你快乐，为你辗转反侧，为你放弃世界又何不可。谢谢郑红，等一下，我差点又事故了。谢谢医生 J， 谢谢 Lolly Wolf 的啾啾牛，嗯，今天牛好疯，嗯。谢谢企鹅，谢谢企鹅的荧光棒，谢谢郑红的飞蛾，谢谢 Lolly Wolf 啾啾牛，谢谢企鹅荧光棒，谢谢郑红，谢谢医生 J， 哦，谢谢医生 J， 感谢你，啾咪。谢谢桃哥的心之冠，哎，我怎么刚刚都没有注意到我头上有心之冠？谢谢浩瀚，谢谢，对，谢谢阿纯。等一下哦，小易，我看到了中英德日哈，中英文考试哦。我想说你什么时候太过于 international 了？谢谢 YT， 谢谢帮奖。等一下，我礼物还没有讲完。谢谢啊，浩瀚你还在吗？谢谢浩浩，谢谢神吞面妈的 love you， 妈，有人跟你告白说 love you， 我没有等到我妈妈的回应，她说她会害羞啦。哇，我要学一次我妈妈，她说我会害羞啦，对，嗯，她会害羞啦，你泡血泪对了，不会，流水账我也喜欢，就想看你们记得到哪，
就是看你们到底，因为我知道，我觉得跟你们互动的时候都很紧张，然后其实我自己有的时候反而还没有你们记得那么清楚，你们知道吗？小曲又见面了啊！哈哈哈哈！不腻，谢谢哈哈的 kiss 啾啾，面妈反应好可爱，怎么比女儿还可爱？开麦开麦，面妈反应好可爱，怎么比她女儿还可爱啊？谢谢大家很敢讲，为什么？啊，欢欢，哈，你说准准是只给妈有念准准是吗？那我应该帮你想个名字啊，华华、准准我都不喜欢，我要看一下，要帮你取什么新名字呢？面妈要开台抢粉丝吗？她一直默默的在收集啊，你不觉得吗？她越来越大势了。377，你走开。德日韩拉丁也会一点点，好厉害哦！怎么那么厉害？很直接，所以我之后出国就说，不好意思，我想带一个小艺翻译机，请问你们有吗？啊，阳光小曲是小曲改名字吗？变阳光了耶！现在的黑夜里就需要有你照亮我的世界，谢谢你。面妈大四，好年轻。对啊，他现在大四了，他现在是大四。追追好了，那就念追追好了。对呀、啊，追追，追追，好，我决定了，就叫追追。所以小曲跟阳光小曲不一样。啊、哦，同一个，所以是你的小号吗？上次传的专辑以前有听过任何？以前真的没听过哦。但是我要跟你们讲，放枪重来，放枪，不要，我不重来，我不重来。哎，我记得上一次有人说我唱那个。哎，我当你空气吗？还是哪一首歌的时候，中间都会断掉，没有唱一整首歌。所以我今天要来唱一整首了。但是是谁啊？不是，是哪一首啊？不是，是谁啊？我这辈子好像只有国中的数学课，数学老师跟云爵念过怀哦，念过嘴了。哎，对呀，怀的话是怀是怎么写啊？忘记了，哦，不是、啊，我在说什么？我说是念追吗？对对对，是对我念的，是追。好，那我决定了，以后怀怀跟准准那算什么？我要念追追。Pokenaka 啊，谢谢流星的韩式花束。为什么这个六月不是？这个假日不是这个礼拜，对，这个礼拜的浪浪服怎么出现了一大堆花花啊？真的只会雷我？不会啦，你看我的粤语就整个很母汤啊！我，你知道那个谁，安迪大说他听不懂我跟他说的什么粤语，就是他在我这边留言说，他很开心我跟他讲了粤语，但是他听不懂。我那个时候是说什么？哪种海给好好养啊？可是哎，这是小迪教的啊，还是我听到的东西跟小迪念的不大一样啊？在哪里看这个留言的？哼哼，我有秘密限名。花花，让今天是有新活动，深渊，看一下哦。谢谢 Lingo 的提拉花花，提拉发发，深渊传说哎。深渊传说听起来就很像某个什么游戏之类的名字。你对啊，对对对，哎，你知道哎，神推荞麦面妈的，你真是个好好人，好像是就是你真是，
是你这个人真好啊之类的感觉吗？是吗？小易帮我解答一下，就算听不懂也大概猜一下嘛。大概猜一下。Hello DJ One。哒哒哒哦，阿翔哎，谢谢阿翔的枫叶，等等哦，等等，谢谢阿翔的很多很多枫叶，谢谢阿翔，谢谢阿翔，谢谢阿翔，谢谢小说，谢谢追追，谢谢家，谢谢林哥，谢谢姚七步，谢谢阿纯，谢谢伊森俊，梦洁的豆芽，哟呼，等等哦。我有没有跟你们说过我同学最近喜欢上了 BNK48 啊，结果我的历史记录全部都是 BNK48 超母堂的，他好过分哦。真的全部都是 BNK， 这首什么啊，念追追感觉好可爱哦，你看你看追追帮讲说叫追追比较可爱，来首尬掐，五月天的吗？不行啊，五月天有版权问题。妹妹头发有挑染吗？还是光线问题？光线问题哦。你看我这边是咖啡色的，这边是黑色，帅吧？哈喽萱萱，立即喊喊神车高桥城呢？谢谢博弈，谢谢 DJ 哇。叫你阿凯，好阿凯，好哦好哦，那我等着收信，谢谢你。面面本来就这么吵啊，林聪林聪，对啊，本来就这么吵，现在已经是正常音量咯，我听得很明啊，太好人卡吧。真的吗？所以我有念对吗？不管啦，有念对就好。滑错吧，不可以啊！我知道，露露现在在开，对不对？好，拜拜。最近都在封 baby。嗯，不知道哎。林冲是你的笔名哦，真的吗？我知道林冲夜奔，林冲夜奔也是京剧里面其中一个非常有名的片段哦。拜拜，高桥城，场面好粗。面面这样不算吵是吗？日本的一个重金属乐队哦，老张好棒哦，我真的不知道哎。学学晚安，为什么学霸面？我今天怎么了吗？面面居然也会看京剧，会看啊，而且有一阵子非常非常喜欢。我打么么，第一个选词居然是面妈，你输了。不要再跟我提了，我觉得我的粉丝流失的速度有一点点快。我下次就帮他创一个那个 official 的 IG 专页。他们成员都是萝莉，真的吗？日本的重金属摇滚乐队，然后都是萝莉成员吗？真的假的？好有趣哦！小千也知道，要算的话是太活泼了，太活泼。没有，在面面王国这里，这还算普通等级，普通等级。我今天认算是，因为平常小迪的开播时间都是下午嘛，然后。我比较不会看直播的时间，因为之前都在学校，然后我本来也比较少跑人家直播间，然后今天就认认真真的看了小迪的直播，哇，太可爱了吗？真的超可爱的，我原本以为他只有在宿舍什么时候这么疯，没想到他在直播的时候也这么 open 哎、欸。无辜派好人卡吗？安迪大假装听，我觉得是因为太吵了，我还是希望他觉得我发音很标准。小迪真的太可爱了，而且你知道吗？我真的觉得，唉，我妈妈，你知道我妈妈多兴奋吗？她看着小迪的台，一直跟我讲说：“天哪，这首歌我也会，这首歌哦，这首歌我超喜欢。”
喜欢这首歌，就是还跟着唱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说天哪，这都是我那个年代的啊，豆豆姐，豆豆姐，要多迷妹团了吗？小迪迷妹团也很多人，跟林杰的不相上下哦。好，谢谢郑红，我在大学会加油。对，被圈粉了，很不得了啊！我要推小迪吗？我一直都推啊，一直陪妈妈推。脖子会扭到，因为会跟他一起甩吗？一起甩，一起甩。Hello， 小静儿，小迪有迷妹团吗？就快成立了，就快成立了。小迪是家长团吧？徒弟团，徒弟。帮主好，帮主好，化工营帮主回帮。我们要成为一个就是互帮主的同盟会吗？当家帮主。我没有想到他在直播也这么 open 哎、欸。杨公公，哎、欸，听说杨公公最近快要推一语了是吗？快要沦陷了。面面会嘶吼的唱吗？其实我不太听，我听摇滚的，但是到很重金属黑，就是黑，那叫什么黑金黑，就是会狂野嘶吼的那种，我就比较少听了。可是我有一个同学很厉害，他是唱那个的，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的乐团就是偏那样的风格，然后他是主唱，哇，对，黑死腔吗？就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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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厉害。你已经知道了，那个是正常发挥。是正常发挥吗？老张频道要开始八卦了。Hello， 阿布，那个马奇多多阿布，闪灵黑金摇滚，对啊，什么？你不如换一句话说吧，你不会一进列就说那张，对啊。我那天很认真跟 Andy 大讲最长一句话，另外就是。哦，对吼，真的是初次见面呢。那你是第一次见到小迪吗？啊，不是吗？那我们初次见面呢。对，这是最长的一句话。另外一句就是你真还给吼吼养啊。谢谢杨公公，谢谢小六，不恨不恨不恨，欢迎光临。嘘，老张频道，我就跟你说我有限名嘛，才不要管我在哪里看到的呢。谢谢阿桑分享，阿桑。谢谢信婷的金曲歌手选票啊，彼岸，哇，听成你真的很好养，嗯，你真的很好养哎，你真海给好好养啊 ，miso 啊 ，miso 要见面了，下次几点好玩吗？好玩，玩得开心吗？开心。那应该不知道我是陈思雅跟 Mina 的球迷，这个你上一次直播的时候有讲，我还有问你说什么球啊？所以我上次传的那张专辑对妹妹来说算偏，因为我平常不听，基本上我记得是平常听的音乐种类我好像都不怎么接触啊。阿明欢迎光临，猪猪。有挤的时候就哦，所以就不用好好，没关系，我下次还是认真问一下小迪这句话，要发好人卡的话应该怎么讲好了。晚安，米索，记忆力太好了吧？有吗？谁给？面面大概也不知道我偷推施压，我还知道大家很喜欢被瑞婷施压的吧？这一次 ，Hello， 田中豆粒王米粉 ，Golden Fish， 金鱼吗？金鱼 ，Hello， 金鱼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传的歌，对，很少听，感觉我跟小迪不熟，哪会？你都不知道我们试一下有多呛。那我们那天夏日记的时候，在后台的时候狂拍了一大堆照片。小迪那天也很嗨，可是我觉得他到后台才完全放开，感觉他第二场的时候还不够嗨。老张，你这句话超母汤的。瑞婷不是天使吗？大家不是都知道，当天才发现自己推的天使怎么一瞬间居然可以像恶魔一样呢？
Hello 那个呆超，太难念了吧？呆吗？姓呆吗 ？Hello 呆同学你好，有只是用好，相反就相反。只有我听不懂小易在说什么吗？因为我的小孩才不会，可是上庭好好看书，不可以留言，说好闭关留言咯。你看你连大群都已经退了，只留下我们几个人的群，那就代表你要好好认真的念书，你要认真的考完之后再回来，知道吗？谢谢老张。有天使称号的都特别会施压，那我觉得我应该也差不多啦。有听过面面天使吗？我看一下，我没有天使的那个。为什么没有？我今天很白，应该很适合天使啊！这样子。哎，抱拳作揖还不能玩，爱心可以了。接啦，等一下哦，让我看一下我们有没有新增了什么。哦，谢谢信婷。等一下。好啊，我啊有了。哔哔，禁词不可以说。嘘，哎，好玩。等一下，我好久没有玩特效了。白祝福，没问题 ，OK， 都交给我吧。等一下，正在。正在。哎，为什么正在变那么小？正在本来就这么小吗？好多一个可以玩了。意外之中的个性，我看到的是我的推个性展露。你说小恶魔吗？特效爱心广播 ，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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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。雅思小天使呢？小天使，不天使吗？不天使吗？天使静滴滴，天使静滴滴哦。啊，你看吧，一静滴滴，天使就不见了。静滴滴哦。转推当然禁止，转推一直都是禁止的，可以加推，可以接受加推，弟弟也勉强可以，但是绝对不可以转推哦。雅倩呢？想见雅倩。哎，天使，弟弟不能走，不可以转推，可以弟弟，可以弟弟，可以弟弟，不推，天天蛋，你看过雅倩吗？如果没有看过雅倩的话，下次我手绘就让你看看哦，啾咪！还好是小滴滴，还是滴滴嘛。恶作剧，好久以前的歌了。奈奈知道吗？夏日记一整天都没吃啊，这样会瘦。流星，可是流星已经很瘦了，那还好吗？体力有没有很不舒服、发抖之类的？如果一整天没吃东西，我会发抖。还好吗？所以我下次应该推荐 Steph 姐姐当天那个夏日祭典场那个我们的摊位上面要卖烤香肠。不进滴滴的都是大天使哦，好吧。那我究竟是要当天大天使还是当小天使呢？其实我觉得当小天使也可以啦。查查哎，洛丽 Google 没东西吃生气，对啊，我们不好意思，是我们考虑不周到了。留念吗？我很喜欢留念耶，留念也超开朗的。有炒面可以卖吗？炒面一直都在线啊。Hello 量子他先，欢迎回来。吼吼，第一个好是加了第二个肉，所以是只要说你整海给吼养啊，是吗？滴滴可以，面面顺位往后，一三绝。我想我会开始想念。因为大家都太可爱了，所以当弟弟也没关系啦，总有一天会走向相推的路的。那个时候呢，再可以像桃儿哥一样全包。不得了耶。 Ski 欢迎回到家，跟姑姑死掉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有吃饭了吗？多吃一点，把那一天一整天没吃到的吃回来。
滴滴免罪吗？哈，我还能奈你们何呢？大家都很可爱，对嘛？查查多乖，你看查查是单推耶，而且是单神推，很棒。对，即使你真海给好养啊，你真海给几好养啊？Eddie 在那之前我就先被丢到海里了。Eddie 你怎么在游泳啊？这里游泳会冷呢。好，好含气管炎哦。真的很好养耶， Lollipop 真的很好养耶。乐婷是大天使，对啊，听说你还想要被乐婷打，对不对？小波快，对啊，小波快会陪着 Eddie 在那个海中载浮载沉。因为你进入他的直播，写布丁是我的。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，花花弟弟，哎，刚刚不是还是挖阿华吗？怎么突然就变花花弟弟了？谢谢王子的鲜花，哈哈，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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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来自思雨的 doggy doggy 光波，我要反弹回去给你们，感受到了吗？谢谢好好的 kiss 啾啾，我什么时候好好？谢谢好好弟弟的 kiss 啾啾，嗯哇，好好弟弟，冒着被丢进海里的危险来的，对啊，那个有可那个什么 Eddie 可远观不可亵玩焉，因为他是气管炎。弟弟耶，对啊，弟弟耶。子萱是你姐姐，所以你是弟弟，怕爆！为什么子萱还收弟弟了是吗？啊啊！谢谢小六，谢谢小六，小六五二零耶，五二零赞赞，五二零，还有什么？五二零 OK 的，五二零爱你，五二零，镜通常可以用在什么时候啊？我问你母汤要1314，属下六亲，要爱面面，要爱面面。对啊，十八进不进，就是以前一个好久以前的偶像剧了。520会被 ban， 不会啦，别，紫薇要见面了，镜面面吗？镜，哎，好玩哎，好玩，耶，镜面面，啊，我知道了，对，镜推面吗？就是这样，我找到它的用处了，镜推面吗？哦，各位同学，镜推面吗？哈哈我很久没问镜了，信婷，禁止拍打喂食，请务必好好喂食，拍打就不用了。请务必喂食哦，请务必喂食。面霸没被禁吗？面霸很专心的在推啊，悲伤啦，真是的。很明白 ，Andy 大一进内就被我发好人卡，一定黑得很好。基本上他就没听懂啊，他就说他没听懂啊。小熊猫欢迎回来。一飞晚安，一飞晚安。等一下哦，我刚想起了一首我很喜欢的歌，可是我有点忘记它的歌名是不是这样打呢？这个吗？为什么呢？嗯？等一下。你们知道有一个歌手是什么大碗美纪录吗？还是谁？我就哎，好熟悉的名字突然跳出来在我的脑袋里，可是还是我记错名字了。
有可能是记错名字了，但是我现在突然之间 ，Hello Win Win 七八 Win Hans 大河是吗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大河 Miyuki， 对了，没，好像是，糟糕，为什么我的那个脑袋里的字会这么颠三倒四呢？啊，对耶，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等一下，我找一下，我之前喜欢的那首歌是这样吗？不是，等一下哦，我要找那个这个吗？大和美吉鲁，对，对啦，大和美吉鲁，大爱米尤基，嗯，大爱米尤基也可以。这首这首，未曾说再见。最近回家都是快死掉的状态。三七七都几点下班啊？你刚刚说的是啥？我不想不想再重复一次了，好丢脸哦。大河螺旋丸啊，好帅、哦！可以变这么大吗？进。哎，跟他合照好好玩哦，帅气！但什么益生菌怎么越来越奇怪？之前玩唯舞好常听到这首，我已经忘记我是什么时候好常，好像是广告听到的吗？可是我知道他唯舞独尊也有。叨叨今天怎么有空？叨叨之前好一阵子都没来看我了耶，叨叨姐。哎，我记得是什么台。等一下哦，台北牧羊犬吗？然后台中刀姐吗？是吗？云林是谁啊？还是啊？云林苹果、台中刀菜刀跟台北黑羊，对不对？不如去问教主小迪，谢谢你来见我的广东话啊！好啊，对耶，谢谢你来见我，真的假的？印度德里吗？真的假的？好、哦，追追你，等我一下，我待会找。D E L， 听起来好像 delete， 好想按 delete。真的吗？一起上开招哦，哇，好厉害哦！现在真的 FTA group 到处都越来越盛世了，越来越大。接龙面碟儿。又有新盘哦，征服全亚洲，真的。本来是孟买，现在变成德里了。哦，对啊，我之前也是听孟买哦。Hello， 红上，面面讲广东话也太可爱。大哥好啊，我海明明啊，我海明明啊，欢迎家又回来了。嗨，天使羊 ，Hello， 天地开花吗？它是让每一个地区的小种子开花、啊，嗯，进了进 ，Hello， 我还命运啊！最近常常下班在车上睡着，所以都跑去别人的台客串一下。那有没有觉得大家都很可爱？印度要很注意团员的人身安全，真的吗？有比较危险吗？还是我好像还没有去过印度哎、欸。我爸爸妈妈蜜月旅行的时候，是蜜月旅行的时候吗？反正好像在我生我之前有去过印度啊。然后我后来，哎，是泰国哪里啊？印度还是泰国？泰国哈、哦。你们有去过印度吗？哦，那我们都没有去过，嗯。那我们全家都还没有去印度玩过耶。哦，真的吗？嗯，那真的比较，嗯，也比较难发展一点点。谢谢 Ben， 谢谢 Ben， 谢谢 Ben， 记忆是阵阵花香。你知道我后来一查才发现，原来有一首歌叫《花香》。哎，是花香吗？是花香吗？好像是许绍翔，是花香，好像是，嗯。可是我喜欢的是另外一个人的花香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一首歌也叫花香，我之前播过，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，叫魏佳莹。
谢谢志伟，花香神曲许绍洋哦，许绍洋。我觉得原来那个记忆是真正花香是这首歌。原来薰衣草也是上个时代的歌了，可是其实我好像其实也蛮听上个时代的歌啊，只是这首好像真的没听过。谢谢草草的单推，妹妹你记不记你那海香港人？不知道啊，真的假的？罗莉沃夫是香港人？还有什么打招呼是我没说过的？然后我会好像没有。薰衣草，薰衣草是哎，那不是啊？我知道了，那一部电视剧对不对？我应该听过啊，我应该男主角，原来男主角叫许绍洋。好像是我出生不久的东西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姐，2001年哦。被解读了，那才不是什么摩斯密码，好不好？就叫薰衣草，miso。小六被咪咪了，小六被咪咪好了，咪咪才1岁而已呢。其实我是2000年年尾的，所以说不定那个时候连1岁都还没有呢。赞。你知道吗？你们在夏日祭典唱的《Love 修行》，你好爱这首歌，真的吗？所以你是喜欢原版的吗？原版就有在听了吗？之后一定会让你有一直重复听，一直重复听的。黄鱼，晚安。今天没有来耶，这个时间他在忙吗？没听过，寄情春爱梁以勋，梁以勋，哈什么？我听过，对啊，薰衣草我知道啊，可是我没有看过啊，好久没听到这首歌哈，所以这首歌真的，我才没有，海绵宝宝没那么早，才不是我那个年代的东西嘞。你知道我妈妈说什么吗？我妈妈说我那个时候才几个月。哦，对啊，天线宝宝应该有可能，但我觉得天线宝宝超可怕的。然后别哼歌，啊，我也没听过。以前在网咖，这首歌能不同能播一整天，真的吗？对啊，那个时候才刚出生，查查比我小吧？查查好像比我小，对不对？嗯？等一下，好像查查比我大一点点。哎，小是小很多，记得看一下。对啊，好像比我小，对不对？我记得生日比我小很多。再来确定一次。嘿，对，真的小超多的，小到一个不能再小，小到我们差点差一届。对，而且还小很多，你再差一点点就是学弟了，对不对？这种时候绝对不能说自己听歌。Hello， 小栗子，我看一下哦。那个时候，我记得薰衣草那个时期是还有什么歌来着？
哦哦哦哦哦哦，可以了，我认识，我认识。可是男女主角现在都没有再看到了，好像。许绍洋、陈一荣，哦，有陈一荣，有啊，那个《光阴的故事》是吧？是同一个人吧？看一下。哇，现在的画质已经很难很难。陈乔恩呢？陈乔恩。不认识了，我会光阴的故事，光阴的故事已经是很后面的事了。那个我已经长大了。赖雅妍，我还记得时候那时候我就觉得赖雅妍好漂亮哦，真的超漂亮的。这是好像是演员在翻唱的版本。你还记得小艺的生日吗？啊，我现在把那个神秘本本压在那个我的平板下面。我的神秘本本到底为什么会变成什么恶魔恶魔的本子还是什么东西？你们给他取了一个什么奇怪的名字啊？生气气，你我有记得，过了，死亡笔记本吗？水表书，对，好像大家叫死亡笔记本，对不对？我都记起来，你看生气气你的粉丝这么多，531的吧，是吧？531，对，你看嘛，我没有记错。本王呢，谢谢你送的一朵发发发发。对啊，刚刚在忙吗？欢迎你来。是不是比吸引人气早？好像早，再早一点点。命不该死，阿生才不是这样，好不好？也没有那么可怕。今天没有。今天有，可是那个孩子没来。我刚有看到证人今天生日，但是他没有来看我。他是不是最近才加入那个粉丝群的粉丝啊？谢谢 Ben 的爱的抱抱，证人真的很正的人，简称证人，没有了，他就叫证人。
怎么讲？生日快乐的粤语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啊？我这样子可能会撑不了，撑不了两个小时哦。哈？我听不到，那个是什么版本？周星驰的版本。我找找哦，周星驰的生日快乐。吱吱了，死定了！哎，妈妈，妈，现在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，我觉得他已经注定撑不到两个小时了，他现在只剩下34%，然后平均频率大概是每2到3分钟会掉1%，可是刚刚都没有充电，所以两个小时是绝对撑不到的。这对啊，吱吱喽，吱吱喽。所以代表我一定会在这两个小时内断掉，然后再回来用爱发电。对啊，我待会可能会在大概10%的时候先跟你们预告一下，会立马GG。然后现在冲，现在插着冲了，但是现在插着冲的话，它还是会慢慢掉，只是速度会比刚刚慢而已。嗯，对啊，所以我要先预先跟你们讲 goodbye。已经插了，正在冲了，只是它冲的不会比掉的快。没有，从我开播是没开电的，我没有注意到。不会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会改用手机播，可是可能在5分。对对对对，大概剩10%的时候，我会跟大家通知，我会马上用手机再开直播，但是要在5分钟内开才会连着，所以呢，大家要乖乖的再进来直播台哦，耶！不是电压太低的问题，好像是平板直播太耗电的问题。嗯，你进来也解救不了他了。换快充吗？换快充会比较快吗？我觉得爸爸就在骗我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事故。所以我用延长线，你过来单充，它电压比较高。延长线单充？过来单充。哦，你说过来这边充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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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啊，妹妹太耗电了。虽然它换快充可以吗？真的吗？再次恭喜艾雷克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让我先处理一下我们家的电压问题。居然说爸爸又在骗我，对，这是因为爸爸从小就，好，不行，我如果说他把我骗到大，他会生气。没有，爸爸对我最好了，我最喜欢我爸爸了，耶！邵凯 ，hello， 这种时候应该唱那个什么，那叫什么？牛仔很忙，可是我知道周杰伦的歌有版权，我们不能唱。怎么办？我现在好专业，我现在对版权歌非常专业哦。那妈妈呢？妈妈从小也是把我骗到大的吗？他白眼我，他白眼我。试试看，换一下。好哦，我现在换一下头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现在已经33%了，我觉得超恐怖的。我要把它从下面伸出来。这每一分每一秒，它的电力都在流失，所以我要。过电量就看它有没有掉的速度有没有那么那个啊，有没有那么快？等我一下哦，本台现在正在维修当中。接啦，大家好晃啊！哇，熊妹，熊妹，熊妹，是熊妹吗？大家眼睛闭闭哦。平板君撑住啊！秀一，秀一，好久不见，熊妹吗？熊妹，熊妹。哇，熊妹也好久不见！等一下，我看一下生日快乐歌。工作你福寿与天齐，庆贺你生辰快乐，嘿！年年都有今日，岁岁都有今朝，恭喜你！恭喜你！恭喜你！啊，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次才是快充，那这只是什么？这是双叉充，这只是双叉充，那更惨啊！再换一次，再换一次，大家待会眼睛要闭紧点哦，熊妹。哎呦，你就我要把它拔掉，我呀，对，这是刘德华跟周星驰的版本啊。
下哦，不好意思，大家，刚刚地震的幅度大家觉得还满意吗？刚刚那个，哦天哪，这颜色是怎么回事？好，不管了，你们看起来颜色可能没有变。不准转台，给我回来！初次来就事故，不好意思，我正在拯救我们的直播仪器，然后我希望它待会就不要再掉下来。如果它的趴数再掉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就还是注定要说拜拜啦，拜拜！面面突然发现天花板上有香蕉，对啊，我们天花板上有香蕉哦，看一下香蕉，可爱的香蕉。小慧，小慧，初次见面，你好。果然休长假，整个人就松懈。姐姐这边在暴力事故吗？对呀，我在拯救。啊啊！豆豆姐，豆豆姐，你给我留下！豆豆姐，豆豆姐，你不要逼我哦！真的，刚刚说要把大家当空气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现在就把你们当空气。感觉你房间好小，没有房间很大，我觉得蛮大的啊，应该比我未来的学校宿舍还大吧。不可以，不可以看我房间，因为我另外一边没整理。缩短我们的距离，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点都不神秘。喜不喜欢你这问题最不会太有问题。他说副歌中间都不可以断，好，我决定了。我当你空气，你就是空气，随时需要你，没你会窒息。我要对你深深深呼吸，我当你空气，你就是空气，随时需要你，没你会窒息。哦，没有你，我要怎么活下去？什么大道理，我们都是对方的必需品，全世界我最懂你，只属你嘛而已。你伤心就会伤到我的心，你快乐我陪你笑到不行，快乐伤心你决定，我的决定就是要跟你一起。你就是空气，随时需要你，没你会窒息。哦哦哦，我要对你深深深呼吸。我当你空气，你就是空气，随时需要你，没你会窒息。哦哦哦，没有你，我要怎么活下去？美玲会窒息，对，没有你，美玲会窒息哦。我当你空气，你就是空气，随时需要你，没你会窒息。哦，我要对你深深深呼吸。我当你空气，你就是空气，随时需要你，没你会窒息。哦，没有你，我要怎么活下去？子珊，子珊，子珊乐婷，刚熊妹，刚熊妹也来过，所以我今天只接了三个成员，放大。谢谢粉王，非
我尽力了，但是我好像还是放枪了一点点。企鹅，这样好剪吗？这样可能不好剪哦。谢谢 Eddy， 谢谢追追，谢谢鱼总，谢谢本王，谢谢伊诺丽，谢谢波波。感谢感谢感谢波波，感谢职业流浪人 ，Hello 玉环光临，初次见面你好，益生菌又谢谢你的告白气球，耶、yeah, ！还有什么？等等等一下，哇！谢谢本王，谢谢波波，谢谢企鹅，谢谢企鹅，谢谢金柚，谢谢阿基拉，阿基拉阿基拉，谢谢真真真真还在耶！谢谢本王，谢谢企鹅，阿基拉，我要跟你说，你不是一直传那个吗？骷髅魔法使了一番赏给我，我觉得超可爱的。我之前经过一番赏的店啊，我就很想去抽，可是我觉得它跟日本的是就是价格差太多了，所以我最后还是，跟我的钱包说了一声你好，欢迎回家。对，天使啦，看天使了。你说紫萱跟瑞婷吗？瑞婷，瑞婷，小恶魔瑞婷。对啊，我也觉得一番赏是。对啊，本台的三大神曲，那个什么练功空气肉肉的啦，是吧？刚刚是说什么空气吗？练功肉肉跟空气，练功就是师傅，我坚持不住啦，糟糕，我脑袋都会自动短路。然后练那个什么肉肉就是，不管我要吃肉肉，就要吃肉肉，吃饱才有力气陪你逛遍这地球。然后刚刚的空气我已经唱完了，我当你空气，你就是空气。你上五趴？糟糕，小易比我更惨。哎，我快充真的有用，34%了，他进步了一趴，我们不用说再见了，哇哈哈哈哈哈。不，好，我回来了，还是觉得。我是大拉崩巴班的贝蒂普多比鲁翁，再重复一次，大拉崩巴班的贝蒂普多比鲁翁。面面讲得好一点吗？有，日升，金日升，好久不见。大拉崩巴怕爆，我觉得你们应该更怕生僻字吧？生僻字我也不行，我还没有背。念经歌才不是念经歌呢，然后怪昆图库塔卡蒂考特苏瓦西拉松。再说一次，大拉崩巴班的贝蒂普多比鲁翁。什么？给给给！我正被召唤了一下。妹妹要不要挑战一下甩葱歌？哦，手滑哥来抓他的紫萱了，我知道呀。欢迎光临手滑哥。甩葱歌，你要初音初音原版吗？辛苦了。啦啦哒哒哒哩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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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哩哒哒哒哩啦哩哩哩哩啦啦哩啦哩啦哩啦啦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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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我都不知道这里这个嘴型要怎么放。
旅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撑不住了？从走到飞 ，Hello， 艳艳的红哥欢迎光临。天哪！等一下，我记得还有一首歌是那个他帮。等一下哦。另外一首很可爱。怎么跟我讲到话？好饿好饿，只好吃肉肉了。谢大力吗？今天是要三神曲都唱完吗？啊，叫我母汤哎！我肉肉不刚挂掉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等一下，这个是谁送的？谁？这不哎，这翻白眼，现在换了。流星，谢谢流星的翻白眼。为什么他现在长这样？谢谢沈特荞麦荞麦面妈的叶掌总，不可以忘记 Miso， 我都记得。甩葱哥是芬兰的，真的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们刚刚有刷，我有看到芬兰的民谣吗？那歌词呢？歌词呢？歌词一模一样吗？我就是每天都吃不够，不管我要吃肉肉，就要吃肉肉，吃饱才有力气和你逛遍这地球。你别嫌我太重，要嫌我太瘦，我就会给你想要的温柔。我要吃肉肉，就要吃肉肉，这样被爱着爱着的感受，我不用想太多，就在你身后，拥有幸福浪漫的宇宙。有人注意到刚刚没有拿起来是什么吗？谢谢本王体重机，不要脸。谢谢 Miso， 谢谢本王，谢谢日松。隔壁台的主播耳朵突然痒了，哎，露露。家里启动玩游戏，你却在健身房里启动跑步机。你说我太肉，需要瘦一瘦，可我就是每天都吃不够。
不管我要吃肉肉，就要吃肉肉，吃饱才有力气和你共片这地球。你别嫌我太重，要嫌我太瘦，我就会给你想要的温柔。我不管，我要吃肉肉，就要吃肉肉，我喜欢这样被爱着爱着的感受。我不用想太多，走在你身后，拥有幸福浪漫的宇宙。我要吃肉肉，就要吃肉肉，吃饱才有力气陪你逛遍这地球。你别嫌我太重，要嫌我太瘦，我就会给你想要的温柔。我不管，我要吃肉肉，就要吃肉肉，我喜欢这样被爱着爱着的感受。你别想太多，走在你身后，拥有幸福浪漫的宇宙。耶！谁在嫌我肉啊？谁在嫌我肉啊？谁在嫌呢？谢谢宝宝，谢谢小六，谢谢米莎。耶、yeah, ！感谢小六，感谢宝宝，谢谢米莎，谢谢阿春，谢谢 Hello 欢迎光临圈圈，谢谢两个，谢谢阿基拉。啊，对了，阿基拉，阿基拉，你还在吗？哦哦，林哥收回去，林哥你收回去。那个啊，哎，我要讲什么？哦，阿基拉。你不是说公主系列为什么有出小樱吗？因为你知道茨巴萨翼吗？它是另外一篇，就是有点像库洛魔法使的平行时空吧。然后那边也是有小樱跟小狼，但是是不同的故事线，叫翼年代记或者是茨巴萨翼，有两种翻译。然后它里面的小樱她就是公主，她是那个国家的公主，所以呢，对啊对啊对啊，所以她在小樱系列里很正，不不，公主系列里很正常啊。吃太多了，只好打拳运动一下。天哪，很顺呢！今天是面面三神曲，小栗子准备好了。糟糕，那首歌叫什么？啊，少林英雄。准备好了、哦，面面个人公演，对啊，小六都排好了，超厉害。我坚持不住了，心里一直有个梦，想去嵩山少林学武功，就像电影里帅气的超人，行侠仗义，飞檐走壁，师傅你。我可以行如流水，枪打一线，过扫一片，微微一笑对我说，赶紧练功去。练功你是顶着太阳，晚上还要借月亮光，一日不练十日空。习武相习的学艺先学理，我也心中牢记。胸台下十年功，为台上一分钟，艰难寂寞谁会懂，豪气汇成御风筝，神经腿似游浪，传承一代功夫梦。哈啊啊，蜜草戒青啊，我心里一直有个梦，想去嵩山少林学武功，就像电影里帅气的超人，行侠仗义，飞檐走壁，师傅你我可以行如流水，枪打一线，挥洒一片，挥挥衣袖对我说，赶紧练功去。练功必须顶着太阳，晚上还要借月亮光，一日不相习的却已先学历，我也心中牢记。英雄台下十年功，为台上一分钟，艰难寂寞谁会懂，
风中，山景太似游龙，传承一代功夫梦。台下十年功，为台上一分钟，艰难寂寞谁会懂？好气挥拳，与风中山景退，似游龙，传承一代功夫梦。哈！好呀，三首曲结束了，大家辛苦了，依照惯例，依照惯例，每次都要一个。再来一个打拳，好，我结束了，我今天公演完毕，耶、yeah, ！等一下，辛苦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企鹅，谢谢综合喵喵，谢谢 DJ 万，谢谢阿春，谢谢信婷，谢谢阿春，谢谢综合喵喵，谢谢宇宙，谢谢企鹅，谢谢 DJ 万，谢谢猫酱，谢谢阿 Kira， 谢谢宇宙，谢谢茶茶，谢谢本王，谢谢波波，谢谢本王，谢谢小六，谢谢切尔东，谢谢本王，谢谢小六，谢谢阳公公，乐府修行的日文版吗？谢谢伊诺里，谢谢阿 Kira， 谢谢六子 ，Hello， 六子他谢访，欢迎回来，我刚唱完我的三首神曲了，糟糕，你有点回来晚了，谢谢伊诺里。谢谢阿基拉，谢谢伊诺伊酱，谢谢阿拉克，谢谢果冻九号，果冻九号，谢谢本王，谢谢阿春，谢谢小六，谢谢日升，谢谢洛丽沃夫，谢谢本王，耶、yeah, ，谢谢杨公公，谢谢益生菌，谢谢米索，谢谢阿春，谢谢阳光，好。我们 Only Today 还没有日文啊，所以明明送进你生日没有啊？小易不是八月十号吗？8月10号啊 ，uncle， 有啊，8月10号啊，对啊，仿你完美的错过了，这个怎么办呢 ？Hello 乐乐，谢谢 Lingo 的，对啊，还没有中文版 ，Only Today 还没有中文版，最后你，哎，涛哥为什么刚刚不在？他哥刚刚跑出去了吗？开始安公 ，Only Today， 乐府修行吗？乐府修行，乐府修行好像我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唱全部给你们听，只能不行，感觉都有点沙哑了嘞。有，对啊，还是得等，未来有机会再给你们听整首歌的，可。开始对你的 love 修行。等一下，还没跑出来，涛哥还没跑出来。对不要啊！涛哥很母堂哎，奇怪了，就只有我们这里的截图都怪怪的吗？是我的问题吗？你可以现场放决心唱了，不用自己。喜欢上一个人的心情。Hello， 杰星在哪里？林杰西。喜欢上一个人的心情，总是苦涩的，快不能自已。从那一天起，开始对你的 love 小心。呀、yeah, ，好，我帮你看完了，追尊。对，我要讲追尊。一个人的心情总是苦涩的，快不能自已。从那一天起，开始对你的 love 小心。呀、yeah, ，欢迎特别嘉宾林杰星。就算今天不开吗？不开直播，我还是有办法让杰星跟我一起直播。哈哈哈哈。对不起。别试图求援，永贞不会接。Hello， 叶岩啦，又见面了，决心几把火？唱一次 Only Today 吗 ？Only Today 只能 Only Today， 不能。Only Today 只有 Only 夏日祭典而已，只让你们 Only 那一天。可惜了，小易没办法来，真是的。啊，怎么办啊？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小易本人？富吉哥呀，欢迎回来！
你看吧，小栗子刚刚去哪？你被抓了，你被抓了。为什么刚刚不见了呢？拉布修行热超好听，重点是可以喊扣超棒。我知道大家好像很喜欢拉布修行喊扣，对不对？那首歌大家声音真的超大声的，超级热血的，超开心的。你知道我们跳一跳都超嗨的。怎么了，安度？手机热档，刚刚跑掉了吗？哪有，很多人后来都有唱哦。你说什么？你说在直播上面唱拉布修行吗？问一个，大家看面面的画面都很顺畅吗？嗯，顺哦，顺哦，顺哦。我感觉这个吧，老张不管好不好听，可以看到我们，你就要喜欢。快点，老张说喜欢，说喜欢，说喜欢吗？老张说了，说嘛，说，喜不喜欢？喜欢。好，小熊猫去换吧。萝莉克，谁？呀，喜欢，喜欢。还好夏日祭典一直都有台下盯着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是吧？是吧？就是说你们如果说喜欢我的话，眼睛就要一直盯着我，一直盯着我，至少要让我知道你们一直有在看我嘛，对不对？不然都不知道我要对谁笑比较好。叮当，不管老张，听了不休息，听了不休息，听嘛，听听听听听，你只快来听 AK Before T I 听不听 P 的了不休息。不允许，不允许你在我这边说不喜欢。用嘻嘻，你看嘻嘻一样用扇子挡脸哦。不会的，我一看到一定就知道小易来了。谁说我任性？我才没有嘞。上庭，你说闭关禁言对吧？上庭，我不允许你再多说一句话的。你说话啊！你再说话，我就，我要哭给你看。我该放什么歌啊？也许有一天我回到从前。为什么会有这首歌？也可以啦，就放这个吧。好，也好老了，好像。我就，这首歌你们知道吗 ？Kinoko 啊 ，Kinoko， 香菇，你有抽到跟一家拍拍立得，对不对？恭喜 ，Kinoko， 我是一只香菇。Kinoko， no， 那是广告。哦，我懂了，这是改编版，好。那我要听原版的。他都让我看到原版了，我就也许那是如果有一天，那没关系啊，就这个吧。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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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不是你是吧是米五来啊 ？Kinoko，Kinoko， 好久不见！我之前也有念叨过你，可是那个时候你好像没有留下来。你 ，Chunana， 嗨！安娜欢迎光临。安娜刚刚不是进进出出好多了吗？刚好有点负能量，来西吗？来啊！电影敲耳朵的麦克风，这首很好听，真的吗 ？Kinoko， 是吗？那个上扬要到那个挪了 ，Google 姐姐，你救我吧！
キノコ。キノ、キノ、キ、キノコ。对啊。Hello, 金。糟糕，金我不会 ，Q。懂懂吗？哎，金单念我也不会耶。キノコ。キ、キ、キノコ。诶诶，是吗？我这样念对了吗？谢谢杨公公。我始终遮掩，如果我们没发现，就给彼此一点时间。Kinoko， 一级棒，棒骨 ，Kinoko。你那个是标准念法，讲的是香菇哦，所以大家纠正我的版本是念。一家的版本，一家的版本是念什么？是 ki， 怎么 no no 要很高吗？是不是 ki ki no ko， ki ki no ko ki， 没有，他们要一家的版本， ki ki no ko ki ki kiyomi ki kiyomi ki ki no ko ki kiyomi。キ、キノコ、キノコ、キノコ吗？是吗？キノコ，这个吗？这个吗？这个吗？现在是这个吗？他们要キノコ，哦，所以是キノコ，キノコ，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哦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ノ越高越好，キノコ。大家好，欢迎光临 Kinoko 母堂哦。我在云爵台是班长，西西是副班长，真的吗？所以你们是什么云爵班吗？用 Kinoko 唱可爱兽，一加一。那那 Kinoko 哒哒哒哒 Kinok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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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吗？我直接来，直接来，耶！啊，明月，明月，明月 ！Kiyomi，Kiyomi。没有啊，大家不是教我念 Kino Kinoko 吗？出现吗？那个木乃伊的照片出现在大家面前。K
Kinoko 一家来找你了。谢谢张红，谢谢星星。一直刷过去什么？上屏。一家还教学，你可以直接用语音教我。我的 LINE 准备好了。大家知道这首歌的那个歌词内容吗？一家晚安，随便教一下，随便啦。什么随便啦？谢谢雨晴的项链。等我一下哦，
是爸爸对了，下日几点我去隔壁组了。我就说吧，你看吗，是不是被我抓到了？你就是去找好孩的赖哥。没有一家很糟糕，你好像认错人了，我可能不是你口中的那个妹妹哦。我眼中的一家就是像这样子的东西，懂？这样子的它已经升华，它已经非人类，所以应该是这样的存在吧。所以大家粉丝眼中的一家，这样子的。母汤，非人类的存在，对，一家是非人类的存在，什么东西？一家表示什么东西？就是这样啊。可是爸爸不是喜欢仓鼠吗？啊，爸爸，你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给我问他再一次，我们这是什么隔空直播啊？等一下，哪里的？What a meal！ 你们看王一家有多可怕！王一家现在在嘎嘎什么？我按到锁屏了。我希望乌咪有听到，乌咪听到了吗？什么啊？好，相信他应该知道。哦，他听到了。我们不想跟你说话，怎么办？乌咪很喜欢你。后面等下，乌咪乌咪。
聊到天了，感觉乌咪就已经跟我很熟了。我们果然是朋友，我们可以是朋友。有人在后面好像恐龙吗？对啊，前面是我的声音，可是后面呢？后面不是啊，后面还是我吗？又是我吗？那感觉果然就很恐怖，看起来像杀猪。Hello， 绿西龟，天哪，你绿西龟耶！乌咪生气了，乌咪想要变喵喵台的 C 位啦。上庭我不想听，拜拜。没有了是没有朋友的哦。哈，可是他不是边缘猫啊，乌咪跟我是朋友。新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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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、yeah。 我到底看了什么？来自乌咪的回，再听一次吗？不要啊，前面都是我，前面都是面面猫的叫，谁跟你说不要乱翻译汤汤的哦。我跟你说一个笑话哦。我在等王一家的笑话。好啊，我也会握抱茶茶，握抱茶茶，握啊，茶茶就不见了。耶、yeah， 谢谢心一，没事没事，生日快乐。诶，我记得心一跟我们同年哦，所以心一是比我小。哎，心也比我小，恭喜十八，十八了！一家讲笑话，我先笑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真的，我觉得一家好好笑哦。OK， 看一下。眼睛会痛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先听答案。你答案给的太快，太过突然。Hello， 偶像天团玉鱼，不，这叫这新鱼雨鱼，大家知道吗？为什么擦眼睛会痛？因为对，拭目以待，目以待。听懂了吗？真的听懂了吗？因为拭目以待。什么东西？哈哈，好好笑！一家，一家，难怪一家会笑倒在后面。不行，前面有聊天记录，难怪一家会笑倒在后面呢。哇！我看到一排乌咪飞过去。King No Go。哇，好好笑哦！给一家一个坐垫好吗？我也觉得，我现在就有种尿。欢迎大家今天光临我的直播台。其实我今天是跟一家和那个联播啦。那大家看到一家在我旁边了吗？其实一家只是有点不好意思露脸，所以他决定使用这种方式跟我一起联播。大家还开心吗？谢谢阿后哥，谢谢切尔东，谢谢两光，谢谢阿纯，谢谢杨公公。谢谢那个菜芽麻熏鸡肉饭，谢谢切尔东，谢谢阿后哥。哦，好，没有，他没有继续传，真好，真是太好了。喵喵快要变超级凉面了，一家太边缘看不到。一家，天哪，你为什么要在墙角90度的地方？啊，因为他觉得我家冷气人太冷了。嗯，那没关系，就让他继续待在那吧。谢谢。谢谢那个土弟弟，谢谢土弟弟的星之冠，谢谢。对，其实一家在现场啊，只是他现在待在小小小小的角落，他不愿意出来，因为太害羞了哦。我们用心感受好吗？谢谢切尔东，谢谢小六，谢谢日升，欢迎光临阿怪，谢谢日升。嗯嗯。天哪，被一家笑到一个有点烫烫的，谢谢小六，谢谢笨。
谢谢杨公公。好，其实差不多了，我们差不多了，现在已经51分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来念那个了？好，我们 Kinoko Kinoko 吗？好，那麻烦一家同学来个 Kinoko， 谢谢。香菇歌之类的我们今天排名要用什么歌呢？不要再 Kinoko， 谢谢益生菌的韩式花束声，我今天有点被 Kinoko 用到。 Kinoko 对，有点很恐怖。面面请问这首歌，这首歌是那个 Okitekami Kyoko 的 Biborongu 里面的那个主题曲，是那个 Number One 对吧？嗯，对，卡纳的，你西诺卡纳的 number one。嗯，你们有看过《Okitekami Kyoko》吗？对，希尔加奈的，耶、yeah ！又看到框框了，恭喜雷吉上歌第二次。这个 rap 听起来好像很不得了，对吧？面面，你可以听随便的，听随便的，听啊！哎、哦、哎、欸欸，你。一家一家一家唱一句你的随便啦来听听。你有哎、欸，你有跟粉丝唱过你的随便啦版本吗？等一下，但是可是我不会随便啦。一家的随便啦真的超恐怖。
捏吗？对不起。儿童合唱版好了。我需要一下快乐天堂，谢谢林果。你也听过带狼喝茶，带狼喝茶，张开口吞点水草，可能带狼羊茶。你会唱一点，不要唱一点，不要唱。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，有哭有闹，有哭有笑，但也会有悲伤。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。拜托不要，不要连唱合唱啊！拜托。我真的觉得母堂哎，那个随便拿真的超恐怖，我现场听就有点崩溃了，没有。不要不要，一家不要再传话，一家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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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不要真的不要，谢谢谢谢一家，辛苦了一家辛苦了，谢谢一家。河马张开口吞掉水草，把那狗装进它的大肚腰，老鹰带领着我们。你一个神秘的地方，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，浪漫让路扰乱，有哭有笑，但也会有悲伤，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。你一个神秘的地方，孩子们的快乐天堂，天阳忙碌扰乱，有哭有笑，但也会有悲伤，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。一个生命的地方，的地方，我今妈妈尴尬，我真要输，欢迎光临。有哭有笑，但也会有悲伤，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。谢谢叉叉。随便啦随便啦，有红包耶，捏泥巴，我还有什么可以缓和我情绪的歌呢？万家，谢谢，我跟你拥有同样的阳光。Hello， 大叔妹、表妹，初次见面，你好。不要不要不要随便了，求你了，什么都我不随便。林姐
心。我不要，我都觉得随便啦，随便啦，随便啦，啊，不要！你们好歹想一下，我们现在……等一下，其实我不知道，对。我真的没听过原曲，随便来。我们不要随便来，我们这个直接电死，这个唔通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让杰哎杰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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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准备好了吗？随便啦，随便啦，随便啦，随便啦。嗯，对。姐姐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起来一万多钱，我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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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准备好了吗？你们看到没？叫乌米的，你看乌米，乌米快气死了。乌米接受不能，乌米觉得不可以。我们现在严禁随便啦，好吗？我们做人要有点主见，我们不可以随便。乌咪在可，乌咪在抗议。那个杰星，我们要柯基要抗议一下吗？我们家柯基，乌咪表示不行，这样不可以。乌咪在哭吗？嗯，好了，回来，不要再随便了。我们之后本台禁唱随便啦。露露也来吗？露露你不要走，露露你等我，露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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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吗？露露随便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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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已经可以控制我的颜面神经了，很好，我觉得很棒。露露露露你别走，刚刚那个是王一家同学的声音。要跳安可曲了吗？一家露露跑了啦，露露跑了，露露在，露露说谁啦？这是我们家网，不是我们本团的随便啦担当。来，这台规矩就是要先听完随便啦再走，很棒吧？这里很危险，我好想哭哦。不对，我改口，不是我们家，真的不是。等一下，随便随便，有没有什么歌啊？鼓鼓的嗯哼，糟糕，我想不到任何可以让我下台的歌。拜托不要，我好想哭，我怎么办？最可怕的真的是牙。露露露露问号，露露表示问号。怎么还有成员感来？宝儿的随便来，我不会，我好算了，对，就这样吧。嗯，好了，我们谢谢白雅。好了，我开始念排名了。我真的觉得母堂，大家可以撑到红包开完。随便了。哈哈
有心情。太好玩了 ！Hello， 谢谢香友的追踪。喜欢上一个人的心情。啊，停了停了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。你的随便来的版本，然后我还放给大家听。不行，我好累。我接心仔，接心仔，接心仔，这林嘉欣，我等你哦。啊！要念，你正在随便了，正在随便。骷髅，骷髅说怎么了？骷髅钱包掉了吗？怎么了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现在呢？找到了吗？我看到金日升说还好没推面面，可是我记得他之前明明有说要支持我的。司机，但是没找到，他掉在车上。哦哦，真的吗？有联络到司机还没找到吗？好吧，没关系，相信一定会找到的。在车上的话。点联络到司机就已经是成功的一半了，放心放心，不要担心了，呱呱呱，没事没事，一定会找到的，相信。现在大家，他如果不是出现在车上，就会出现在警局。嗯。啊，可是我还是好受伤了，金日升说他不推我，感觉就是因为刚刚随便聊的关系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所以这种时候我应该唱一首歌挽回我的形象吗？可是我的喉咙已经不行。我在警局看直播。警局看直播，随便掉粉也随便啦，随便啦，没关系，反正随便都可以，现在就很随便了。那我们那个第一名的朋友，好了没有？等一下啦，金日升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因为随便来就不推我，听到了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你已经好久没来看我了，你签了那么久了才看了我，来看我一次，然后居然说不推我了，怎么可以？不许你说不推我，不可以，因为随便来就这样，不可以这样随便，我们做人不好吗？不要随便，不可以，不要随便，几名都随便来，喂，好崩溃，我刚都想弃直播了。好吧，来一首歌，那来一首歌吧。我不要，我现在觉得随便啦，可不可以给我一首歌？好，我们现在应该。啊，猎人的库拉皮卡耶 ，Hello， 我也喜欢库拉皮卡，可是感觉大家都比较喜欢奇亚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应该来放什么歌呢？我们来。一家，我，你知道夜后是什么吗？你不要乱点。下课十分钟，随便。等我一下，我给你们听什么是夜吼。我要对嘴，我要对嘴。
牛也可以，那杜兰朵公主来一下好了。杜兰朵，杜兰朵的我可以耶，但是夜后就难了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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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等我一下。夜后录起来吗？你要弄谁吗？这是 Bing Skin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觉得差不多，我们该来念了。真的很糖哎、欸！我想一下来什么，这种时候就要念疗愈身心的歌。我们，哦，对，我知道公主车要外面是男高音。我想一下，什么歌比较好呢？我有点受不了，我好想哭、哦，我。快点给我一首歌好了，就一首。啊，不行，他什么都，他什么都不。不行，每次都是 relaxing， 有没有新鲜一点的歌？有新鲜一点的歌吗？天龙吧。天龙。啊，不行，他什么都，他什么你就是下一次不停把我的那个直播的录下来，很不冷。刚才杰星唱了什么？没有，杰星没唱，杰星没唱，杰星没唱。Somewhere in time， 你随便点一首那个我会唱的英文老歌好了。Last Christmas， 好哎、欸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这首歌呢？因为这首是我很难得会唱英文老歌了。好啦，那我们最后要来今天的钻石榜。谢谢林果，谢谢。
西林过。留到最后，听啊！哦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刚不是有讲无心的呢喃吧 ？Kelly's。啊，原来是歌手哦！爸爸不是都会放这首歌吗？好，今天的第八名是我们的炮哥。炮哥，好久不见！哎，你是那个啊？我知道，在公海上我们见过嘛，就是那个高进达尔哥，对不对？终于有大名，终于有大名，终于有大名！耶，谢谢达尔哥。今天的第七名是我们叉叉，耶！谢谢叉叉的板板，我一直都有看到叉叉板板哦，亮晶晶的板板，亮晶晶的面面，蓝蓝的面面，蓝蓝路。谢谢叉叉。今天的第六名是我们的切尔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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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！谢谢切尔东。谢谢切尔东，棒！好，今天的第五名是我们的夜风明月，谢谢明月，谢谢明月，你有没有很熟悉啊？这是我妈妈的爱歌，但我觉得好像也是小T的爱歌之一。我觉得我妈妈跟小T真的是，好吧，难怪我妈妈是小T范啊！谢谢明月。今天的第四名是我们的Ben，哇哟！听说Ben是乌米神推的吧？那你今天听到了乌米对于一家的怒吼，开心吗？Ben，你终于听到组织了，组织的叫声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第三名是Lonely Wolf，一拜拜。耶 ，Lonely Wolf， 啊，可能这首歌我就不爱唱了。乌米神对应啊，乌米神对应，科技又在浪，浪起来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第二名是我们的方安。对。但是我还是要跟你们炫耀一下，我有这么心灵手巧的孩子，太厉害了！我还是觉得很厉害。你们知道他的特工服是自己做的吗？我还是觉得这很厉害。我一直觉得，想当年，我连自己缝个扣子都有点问题。
对，不好意思，家政女王是我们家妈妈。对，虽然她不会做菜，不会喂我，但是她对于手工这件事真的是 unbelievable。对，我觉得本文真是太厉害，而且你知道上面写什么吗？乔奈本部，是不是帅气波吧？好，我决定我以后开店的时候就要麻烦他量产，然后我要自己穿一件帅气。然后我要请那个，我要请他量产一件，然后我要自己当那个老板的服装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谁说我面妈坏话？哎，叨叨也是你的饭，蛋蛋对不对？叨叨姐也是你的饭了，叨叨姐。好的。那我们今天的第一名就是小六，小六啊！哇！哎，什么迪林什么巴布拉布，是吧 ？I will be， 嗯。啊 ！Watching，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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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是很老的，很老的那首什么？是那个吗 ？Every breath you take。面妈送小六的。小六想听随便了。今天的第一名，随便啦，随便啦，对，随便啦，赞，谢谢第一名，随便啦，哟，对，学姐，跳恰都知道啊，恰都知道啊，好啊，第一名是我们的王小六，耶，随便啦，随便啦。歌单吗？我和他一定很乐意。我之前原本想要做面妈特辑，好啦，那我想一下哦，我今天就定好我下个礼拜要做什么好了。对啊，要超过20了，没差啦，随便了，随便了，随便了，好好，从今天以后不会再讲随便了，爸爸，你以后再问我晚餐要吃什么，我不会再回答你随便了，绝对不会。好，就是那我想一下，我下一次对啊，星期六直播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就看着官网的每个成员，然后跟你们讲一下我对他的印象好了。嗯，立个 flag， 我想想应该可以做这样的特辑。有特别想听谁的吗？到时候在小盒子跟我 goodbye， 或者是特别想听我们之间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的，就是。任何问题都可以。哒 ，Goodbye， 拜拜，拜拜。哒，我们星期六再见。随便啦，星期六什么时候直播？随便啦，随便啦，可能是晚上八点吧。啊，随便啦，随便啦，随便啦，拜拜，随便啦。随便啦，拜拜，大家拜拜，おやすみなさい，拜拜 ，Good night night， 晚安晚安，咻。我没有真的想要学嘉义网的随便啦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好，大家 goodbye， 大家拜拜，大家晚安。